让我暖机一下。睡醒，没有睡醒啊，被吵醒。小子，你在家里哭？突然玩一玩，玩一玩，在笑，在笑还好。那他就哦，还想说睡到十点，十点才开始开台，不过八点多就被吵醒。打电话叫我不是，我没有要八点开台，我没有说我要八点开台。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？开到我画完结束吧，反正我没跟谁玩游戏，没有时间压力。你是离线状态吗？哎，应该有啊，大家显示公开啊，你离线 F5 吧。真好，可以被我画吗？你也可以啊，你只要给我钱，我就画图啊。海平寂寞之小橘子好甜，什么东西？不行，我想哈欠啊！啊啊！累死了，最近超浅眠。主要是因为，主要会担心 CWT 就是没有报上，啊，报上之后又不知道做什么商品，又要想什么图，不用讲人生了，要月考就要怀疑自己人生，不会啦，你考完之后，你毕业之后，你出社会之后就开始怀疑人生了，这八角的东西不会拉钱，会啦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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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夜波浪浮，感谢威尼斯林木娘。哎，我记得你高雄场还是台北场是不是有
来跟我介绍过，我忘记你是谁了，对不起。感冒到怀疑人生，你也感冒太久了吧？晚安哦。我想试试看，今天一直播这首歌，会不会有版权啊？因为哪天如果突然回去玩《魔力宝贝》，啊，然后他如果跟我讲说这些歌都有版权的话，那我开台就要关掉了。所以今天忍一下，都先听这首歌。哦，墨雪哦。啊，我在努力记名字了，体谅一下，真的记忆力好烂哦，没有年轻，没有全盛期的时候了。我的声音有点小，你认真？真的吗？聊天室的有吗？一个人说我小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你们要跟我讲还好，跟我说实话，我是大还是小？如果太小的话，我就变大吧。还好，对吧？人家都说还好，就你说我小。Yo， 我可以说我小。傻大傻小，有人说我声音小。什么？我在攻他小啊？他就说我声音小哈，我觉得我声音已经很大啦、啊。就你在那边乱开车，你再忍一下啦，再忍一个多小时，你的优奈就开台了。哦，还好夜猫没打给我，我定接下来冲杀，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啦？他都回我说，哎、欸，教主八点要开台，我说我没有说我要八点开台啊，你屌死他！如果要开台，我跟黎黎讲，我会叫我起床。啊，这几天我应该会再开几次会画图台，也不是开几次画图台，委托台会再开几次。那开完之后，我就要开始画那个 CWT 的图了，还没开始画欸，要被骂死了。然后晚一点啊，会有个表单吗？不是表单啊，那啥。调查，哎、欸，水灵那叫什么？民调，不，那叫什么？
啊，那叫什么？反正就是调查那个杯垫的，有没买到的人啊，可以就是停一下，不是跳，我要讲什么？怎么讲啊？市调哦，意愿调查表也不是意愿调查表吧，应该说市调吧。我要讲什么民调啊？天哪、啊！我同学邀我玩传说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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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问卷诶、欸，差不多啦。杯垫预售单，我、哦、看完全猜错啊！我玩那个啦，如果没买到杯垫的，可以去填一下那个预售单。嘿，啊，应该就是说会先付钱，付完钱之后才会去印，这样子，以免说到时候一堆人都说我还要，我还要，我还要，然后100多个人要买的，真的要买的不到40人，就完蛋啦。你是不是政治新闻看太多？你是不是优奈的台看太多？会顶嘴咯。然后又在我这边无辜的，污你个头！要去哪里填？还没好，还没好。讲求背景音乐的歌名，你搜寻《魔力宝贝》空白。诶，魔法大学。哎，打魔大就好了，魔力的魔，很大的大就可以找到了。因为我真的想，就是开着魔力宝贝，然后画图，它里面的歌真的很棒。其实我们之前有玩魔力宝贝啦，跟 Amigo 的一群人。不过当时是正式服，就是已经不适合新手了。然后我们就去找师傅玩，可是师傅就是感觉不太能实况了，因为师傅。所以。那时候就没有实况了，不然我觉得真的很好玩欸。我那时候就是一起，反正就是一起打王打好 BOSS 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刷牙波浪符。感谢团团续订，欸，团团，我怎么才觉得你上个礼拜才续订过啊？感谢团团，对啊，那时候就跟团团他们在玩魔力宝贝，然后后来很多好笑的事情啊，打王啊，被王打废啊，然后被反击死啊，有的没的，就很多好笑的片段啊，可是就是不能用。最后就没上了，对啊，主要是啊，差不多都玩腻了吧，还有再上的就神庙哈了，他在顾家族宠物，
如果我一直说换软体画图，还没换，没时间去摸。有吗？有找到那个 BGM 吗？刚刚来问歌的。还要讲一件事情哦，今天是我跟兔子在一起四周年哦。表示五年前的圣诞节我还是单身哦。我怎么感觉在画窑啊？哼哼哼哼哼！我交往四周年，是，四周年，也没到胜利组好吗？拜托，工作室这么难升，让您选。应该是我目前画过比风间还要饿的人设了吧？哦，这样擅自说。画委托的人的图很二，你看呵，好像不优哦。是，真的啊，他要画就是画吸血鬼，然后是一只爱吸血的吸血鬼，爱吸血的兔子吸血鬼。
看到他这个设定，我就觉得，阿小。就他看台有没有？哎，有管理员吗？有人讲出不雅文字，帮我ban了他。有没有？有没有人在啊？有人在那边打不雅文字哦，帮我杀了他，帮我杀了他。噔噔噔噔噔，对，你帮我ban的那打那两个字就好了。那个是谁？是不是该说一下？给你组织，你想给什么？哎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拜托。他上次跨年的时候喝多了。耽误我开台的时间，因为我在看他打字，也在笑。你再不杀了他，会留下后患哦，会很辛苦哦。他哪天又骑在你的头上了哦？哎、欸，帮我把幽怨那个删掉吧。好了。T， 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画的很棒啊。哎呦！感谢墨雪超级留言，你们可以截图再 DC， 截完图之后再删掉就好了。你们可以拿来当把柄，他最近把柄很多，然后做错事都推给别人。没有担当的男生，一个没有担当的女生。要来氪金，小心点了。氪什么金？你说小起点吗？好啊，嗨，菲菲，等一下，我的LINE又亮了，等一下哦，这个之前抓行的时候再查了，哦，不愧是水里，
呀，你看每次都画别人都比画自己好看。要不要我去跟优奈讲，叫他提前开台？你去那他那边欢，不要来我这边欢。哦呦！哎，你电话费汇报就不要抖、哦，拜托，我不要害你电话费缴不出来哦。而且我真的觉得玩小机点真的只是好玩而已，不要太认真玩。说这个，我今天早上买早餐超可怜。早餐通常都12点准备收嘛，然后今天去我常去的那家，他今天11点20几分就收了。我走到路口的时候，看到铁门已经降到我脚下了，我还没有注意到。这个只是小课，我下个礼拜要课到漫展去了，漫展。FF 吗？哎，我这边问一下哦，因为我这一次商品会做那个啦，手机后面那个。圆圆的那个圆圆的东西，它就可以撑那个夹在那个食指跟中指中间的东西。我又忘记那叫什么气泡什么勾的了。你们会想要怎样的图？一样是布布吗？都是徽章的那个布布，我就直接用了。我就另外画一个。那觉得布布比我有人气。什么图？就手机啊，是手机嘛，对不对？就后面有这个，然后你的手指可以撑到这边来。就这种东西，这个本来是我上一次要做的。对，就这个东西，这本来是我上次要做的。可是就是来不及找厂商，因为那时候杯垫跟明信片就用有点久的时间。明信片是很快啦，只是那时候产图产的有点久，而且又太慢产了，要排队。还没定哦，有找好厂商，还没有想好图。徽章图都很适合，我就在想啊，要用徽章延续下去，用。给我钱嘛，布布嘛，还是要另外再画一个新的？哦，是不是你要什么图？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图啊。我还有会有一个新的东西，便条纸。便条纸会应该会出两个啦，一个是我之前画过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一群我，就这个嘛，然后就是一群我这样围起来的，然后这边一只布布，
这边是布布。哎，然后再还会再出另外一个。棒神那张可以做成，那是念扯虎吗？扯虎是什么？棒神那一张，棒神那一张做便条纸，便条纸不是拿来写字的吗？棒神那张拿来做便条纸干嘛？啊，人家便条纸应该是这样子的啊，不是吗？不是应该写字的吗？啊，你们放闪那张图在图已经在中间了，哎、啊，你们要写哪里？写这里哦。手机壳，手机壳成本有点不划哎、欸，只顶多就是客制化、啊，我出图片啊，然后你不觉得吗？因为每个人的手机的格式又不一样。对不对？纸虎棒神那张做纸虎，做什么纸虎？你是说爱心哦？手机支架啊？有办法吗？那要缩很小的图哎、欸。显示编辑，而且放闪那张图，我是在跟兔子有点小吵架的时候画的、欸，也不算小吵架，就是沟通有问题，然后就是彼此就是不耐烦，啊，他又要睡，我就是阻止他在12点后啊，我来讲这个故事好了，我本来要录影的，可是发现说我们已经吵到有点火气起来了。然后就是就是想说啊，明天就是四周年，这张怎么做啊？一个圆也不行啊，会被切很多东西啊。然后就是我跟他讲说，哎，他问我在干嘛，我说画图啊，画什么？我就说一个兔窝的人的委托，没有在那个。没有在本专说，然后，哎，我还在什么？没有在本专说。哦，啊，我说他你也认识，然后就开始撸到他12点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他po文了，然后 po 文之后，他就整个傻眼在那边笑，笑得很爽。那重点是这一张，这张的布布，看一下兔子旁边的布布，兔子下面的布布在看他，他看这边看很久，哎，秀，删除，好啦，画正式了。
真的好想睡觉、哦。我现在平均睡一次，我早上我大概最近都是4点睡，然后就跟夏天一样，大概8点9点就被热醒了，然后热醒之后就很累嘛，累到下午5点6点又想睡了，然后睡一睡10点又10点起床。大概每次睡都是4小时，啊，旁边那些兔子蝙蝠，他的人设就是有兔耳的吸血鬼啊。又不像你给那么少钱还帮你画得那么帅，人家是给很多钱的呢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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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脸色发紫，撸波浪符。恭喜，感谢韦恩，2年咯，感谢感谢。3年的图我还没想到画什么啊。我想说3年的图就不要有包子了，换别的，对不对？都已经3年了，还是你们还是要包子啊？因为我想说，我 YT 那个头像是临时的啦，我知道要改掉了，我知道改别的。哦，半年慢慢想换鹦鹉，我本来是想说换布布欸，可是我那时候有个想法，就是我换头像，换那个管理员的刀，有没有？这样进来的人，进来有在续订到2年的，都有管理员了的头那个图案，我是这样想啦。就像之前啊，我没有拿到 FB 的勾勾，就想说那自己画一个吧，就也没自己画过了，对吧、啊？这样子就是发现你们兔窝的那个订阅全部没了，那些老订阅都没了，全部变成贱。那我会看到我两把剑，对啊，很酷啊。小鱼有梦最美，什么小鱼？哦哦，哦，还有啊，我最近在玩乔克白的伺服器啊，我也会开始开台玩那个伺服器，但是我不会在晚上10点之前开台，我可能就是都开半夜的，或者是那个早上的，因为下午
就是大概比较多人看的时间嘛，就伺服器人比较多，然后也比较卡，我自己也玩不太下去啊，所以会在避开那种尖峰期的时候玩。哦，里面的人都好强哦，我吓死欸。他们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在玩的人，然后是玩到现在，东西都有持续继承，我觉得好很厉害，能够你们玩一个多人生存的伺服器，你们可以玩多久？我自己啊，大概玩个最少两个礼拜吧，最多可能硬要撑，可能就撑个一个月，就撑不住了。像那个捷克的 RGB 那边是主要是因为有那个宝可梦在撑，才可以撑这么久。啊，如果万一没有的话，可能进去玩个一个礼拜可能就没了。所以我觉得克白他们很强，有办法留住在里面玩的人。对啊，成就啊，图鉴收集完就差不多了。但他那个伺服器就是里面的人都还不错。就年龄层偏高，就比较不会干一些白目的事情，但是还是有些人白目啦，什么还是那边说什么要进贡兔肉给我那种的啊，就懒得理他，啊不理他又说繁星在吗？怎么不理我之类的，像这种我要跟克白反映一下，这种发言造成我的困扰。不行，眼睛画丑了。小翼，是你吗？所以你是翼翼吗？我偷看一下，没事欸，嗨。什么东西不是你，所以才不会有繁星原始生存。对，就是我没办法自己玩一个伺服器啊，我一定要有人陪我玩。不然我真的很快就腻了。新大陆也不是我一个人自己完成的啊，那时候就是。我有我的想法，然后就是请兔子跟狼儿帮我整地啊，有的没的，然后顺便教他们麦块怎么玩。狼儿是之前就有玩过，所以他知道一些东西怎么盖，只是说不懂原理，他就只是照盖而已。然后就把一些知识教给他。泰拉瑞啊，史达棒啊，史达棒我还可以自己玩啊，因为史达棒就觉得还 OK。啊，太拉了就没办法了。
我没有说放兔肉，所以不是我，我是柚子玩家。哦，就那天我在石棒挂网发呆，不是挂网啊，我只是切个画面回来，就看到一大堆人围着我，然后手上拿着三叉戟啊，拿着什么东西，我就以为要什么要打我还是什么的，结果不是，是东西丢给我，然后丢完就跑掉。我说：“哎，你回来啊，至少命个名啊。”啊！你们要贡献给我的，记得去命名哦。我至少用的时候会知道谁是谁的。听说鬼超耐玩，很耐玩啊！可是玩过一次之后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就是知道怎么玩了。很快就破台，我就又没有想玩了。可是最近看到我干爹都还在玩新路谷啊，感觉就改了很多新的东西，只是已经勾起不了我的兴趣了。我已经对那个饵料失去兴趣了，呵呵。毕竟看到知名实况组，过气实况组啦。欸，我想一下哦，因为我觉得啦，在玩一个伺服器，我比较想希望大家都是平等啊，所以收到那些东西，理论上我都是。放在中介箱，不会去用它，就除非是借符合啦，对吧、啊？就感谢那位意义啦，不是意义啦，什么小意义还是不啊？有意义，他那时候给我们中介箱，不是中介箱啊，借符合啊，说什么？对吧、啊？然后之后杰瑞是，我们有先去买一个翅膀，然后让杰瑞去找中介层，至少有再找到介符合了。然后我们托这边，至少几乎每个人都有介符合可以用。老了，不是老，是过气了。欸，你知道去那种算认识的人的台，然后一打字，突然回你说：“欸，繁星，安安啊。”然后说什么：“你最近还有在出影片吗？”我说：“靠腰啊，就是有吼。”我不知道他故意讲还是根本不知道。我说：“有啊，都没在看吼。”好、哦、像之前那个八毛的台啊，就是他那时候玩你画我猜，我就进去玩，然后就真的叫繁星，然后后来我就一上去画图，然后八毛就看到我的图，讲了一句话说：“这个繁星是菜渣那个画画那个繁星吗？”然后等我下台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对，是我是我。”然后后来就一个观众说：“繁星。”那你最近都没在出新的影片了齁，我说看就是有齁。欸，如果你原木真的太多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帮你消。我们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原木的使用量好大、哦。而且为什么会有奖项是抽原木啊，那么多组。夸张呢！啊，播个广告，我来赚钱。
放记录档的时期，我也好想哦，可是只放记录档会饿死啊。那还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时间看记录档啊，或是除非像玩阿米狗那一种比较好笑的、比较耐看的，才会有人去点开来看。那其实看记录档蛮累的啊，我讲真的。这次阿米狗我觉得好难剪哦，因为声音比较多，而且要带的画面太多了。你看，动不动一个草莓，一个酸亚，然后大家就抢着玩。我觉得画面只要带到中间那个方块就好了。克白夫乔克夫也不能挂网画图，这样我就要三不五时一直切画面去那个动一下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，他叫小雨。好，小雨。明天好像不会有麦块台，因为巧克力的不在，哇，各位，坏消息，完了，我可能要重开机了。因为什么嘞？刚刚只是存个档而已。我的笔刷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那什么，没有感压了。哇！并存档，早知道不存档了，一存档就宕机。开启，很扯。有了。刚刚是像这样子，然后现在是可以这样子，你看，轻到重。反正有没有觉得最近变热了？我家白天40度，你说热不热？你一来就宕机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事，不是宕机啦。谁跟你讲宕机的？叫他出来。谁？游月，你不要乱讲话哦。没有宕机，是没有笔压而已。没有笔压画的图就是可能会像这样子啊。这是手指头。然后有笔压就是手指头。驱动程式重开。哦。我真的没重开过。我是直接重新开机。懒人。没事。我自己也很怕重开这个东西，因为这样你重开你的那个记录档要重新要分两个上传，分两个上传啊，就是会有两个记录档，我觉得很麻烦。强迫症，处女座。想说，哇靠，好习惯存个档就宕机，开玩笑。不是细节比较能掌握，是看起来会比较舒服。
看啊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这种有粗有细的，跟这种到底的，就那个就好看。对啊，看哦，像笔压如果轻的话，我就轻轻画，轻轻画就是末端会尖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笔压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你们感受不到那感觉。这边会看起来比较尖。上次给你的卡片你送完了没啊？下笔的力道。对啊，就这边很烫啊，怪怪的。就这里怪怪的啊，哪里不对呢？哇，上色啦！之后还要再画这位的封面图。就这样。
满腹痛狗斗仔，那种东西。你在讲什么鬼啦？你又喝酒了、喔？刚到家 ，Hello Hello。你说什么花花川？你说聊天室哦？刚刚热闹过一波，应该都累了，休息了。
写完了报告吗？恭喜你啊！还是罚写？欸，我没问他背景要什么欸，糟糕。糟了个糕。他只跟我说人设服装，
可以帮我画画吗？不行。没办法帮你画图哦，一大堆人付钱要我帮他们画图，你的画呢？要我帮你画图，可以啊，给我钱。你现在看到的图都是人家付钱请我画的。别伤心，对啊，别伤心啊！也不是说我爱钱，我问你，世上谁不爱钱？只是说，你看我画这张图已经画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我付出劳力，总该拿点犒赏吧？对啊，不然我现在肩膀很酸，我的手也很痛。啊，我拿到了什么？我没拿到什么东西啊，有对方拿到好东西啊。至少我拿个柠檬红茶可以吧？啊，没画到这个。也涂成蒙版，可以，可以什么？那你可能要给我25瓶柠檬红茶哦，才有办法叫我画图。我早就想这样画这个眼睛了，之前一直忘记用，这眼睛超棒的欸。看拿别人的委托练自己新的风格。好啦，应该就这样了。怀疑你说25包，差不多啊。当时有那个啊，一个牛奶帕克，还好他没有真的买一整箱给我。他如果真的买一整箱，我真的会没有手带回去。画好了，这个背景不知道用啥欸，他没有给我明确的资料，还是水里有啊？没有看到。没有看到他背景有说到什么，
对啊，我只能用寄的啊。那天就是去超商用寄的。哦，我的直线歪了。哎，我们歪回来。夹链包，哎、欸，我是觉得夹链包很棒、欸，我吃不完，吃不完，至少还可以保存起来。好啦，画完这个我要休息了。哎、欸，画完了。应该会再去睡一下下，等你就起床了。趁现在温度比较低，赶紧睡。哎、欸，是没错啊。不过我的床现在是用那种水暖的，水暖就是反正就是它就是用水，然后就是热的时候可以用水就是比较凉，然后冷的时候就是用成温水。不止。买给我的，那时候我死都不用，发现真的好好用，那就去年开始就是开始在用了。水床吗？也不是水床欸，它其实。好啦，我先画到这边。
它其实就是里面一格一格，很像那种城市的格子。然后那个啊，比如说人的血那个好了，血翼，它就是那个每个血翼都会微血管，然后都会冲到那个光小，反正就是。躺下去很舒服，没有，它就只是凉凉的跟或者是热热暖暖的，它不是水床，它躺下去不会软，不会有那个，也不会弹，它就只是个水床而已，不用想太多。来加个质感。存几张。好啦。先画到这边吧，明天就算没有玩麦块台，我也会开台啦，应该也是画图，就这样啦。感谢大家收看啦，播个广告。那水床不是应该会弹吗？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拜拜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